今年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40周年，对各位率团来华出席纪念活动并参加第6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表示热烈欢迎。虽然大家来自远隔重洋的不同大洲，但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成员，虽然各国国情不同，条件各异，但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好兄弟、好伙伴。你们的到来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治国理政、经验交流、共谋发展繁荣的强烈愿望，我对此高度的赞赏。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时代课题，我提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。中国愿同各国一道，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。